金先生，这边请。啊，请坐。先生，请坐。哎，请用茶。啊，谢谢。齐先生不用拘谨，你就把我们这儿当自己家一样，啊。二位先生，今天还真的谢谢你们。啊，不用客气，自己人嘛，自己人。<笑>不过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什么齐先生，我姓马，我到重庆是来投奔亲戚的，你们还是让我走吧，啊？啊，真的吗？我骗你们干什么呀？啊，好吧，何姐，那你就送送这位先生吧。谢谢啊，行吧，谢谢，那我就告辞了。 齐先生，现在你应该相信我们了吧？你托人给高寒烧的东西，我们都收到了。那高寒他人呢？他出去执行任务，过几天才能回来。现在看来啊，一定是日本人劫走了齐南征，而这个假齐南征，是酒井派来专门暗杀你们的。你是说，齐南征现在在酒井的手里？ 我认为应该在这儿，刚峰。刚峰，哈哈，那边住的竟是大官，是命又有许多的卫兵。酒井会把他的老巢安在那个地方。你们看啊，这个地方，一面是江，另外三面分别是观音桥、五里店、华新街。这个地方交通非常便利，很利于酒井他们行动，而且。 正因为那里住着很多达官贵人，有那么多卫兵，所以没人会想到，酒井会把他的老巢安在那儿。没错，这也正是酒井处事的风格。可是，就算酒井躲在那儿，可罡峰那么乱的地方，恐怕我们还没找到他们，酒井早就听到风声跑了。哼，这事儿就不麻烦你们几位了，我去安排。 齐先生，高寒临走的时候特地跟我说了，这件事啊非常重要，所以呢，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的。那这样真是太好了。你放心，有我们五号特工组在，不会出任何问题的。再说，军统方面也答应配合我们。嗯，这样吧，你先告诉我们那批乌金到底藏在哪里。
可是马先生说的话，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什么吴京啊？什么藏在哪儿了？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？马先生，您可能不知道，我跟高寒啊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两家又是世交。我听说高寒在重庆这边混得不错，所以我这次就是特意来投奔他的。没想到就这么巧，他出去执行任务了。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？喝茶，喝茶。啊，好。齐先生，看来你还是不信任我们呢。啊，马先生，您这可是真的误会我了。我这次到重庆来，真的是投奔高寒来的。这位是齐先生吧？齐先生，您好，你好，你好。 您是哪位啊？您怎么会知道我？我是欧阳，欧阳建平。虽然没见过，但是我老听高寒提起您，上次家父生病，还是您给及时找的药啊。我跟您说，要不是您，我父亲恐怕就没救了。客气，都是自家人应该的，坐。好。<笑> 齐先生从哪儿来啊？马先生，我能抽支烟吗？请。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齐先生，你也不是什么欧阳。 因为齐南征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。齐南征，出生在海州，民国初年升任，任海州税警总团副官。 1937年，淞沪会战的时候，奉命留守海州，主要的任务是负责看守美国公司为宋子文冶炼的那一大批乌金。齐先生，我们了解的要比你想象的更多。告诉我吧，乌金在哪？ 小姐，你就别费心了。从我这儿，你什么也别想得到。齐先生，有时候是不能把话说绝的。你们到底把高寒怎么样了？ 我说小姐为了得到这批乌金，还真不惜下血本啊！这只是敬酒。那罚酒呢？这就是罚酒。下一枪，打爆的就是你的脑袋。哼哼，好，痛快。来个更痛快的。嗯。
真没想到啊，齐先生真是条汉子，佩服。只是我不知道齐先生不怕死，那高寒妹妹怕不怕死啊？你到底想把高寒怎么样？你要是不合作呢，明年的今天就是高寒妹妹的忌日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谁要是敢动高寒一根手指头，我扒了他的皮。你别动，嘴还挺硬。哼，等高寒死了，我看你还硬不硬。怎么能这么对齐先生说话呢？齐先生还没想好，他需要点时间考虑。去给齐先生找个地方，让齐先生好好休息休息。我相信齐先生是个聪明人，一定会想明白的，对吧？齐先生请吧。走。都给我听好了，罡峰这个地方情况很复杂，你们搜是要给我挨家挨户的仔细搜，但是也给我记住，千万别得罪那些当官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行动。开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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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开门！开门！交警上锁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很多警察，说是查户口的。什么？于署长，整条街我们全都搜查过了，没有发现可疑的人，就是那边有一个大宅院，里面恐怕住着当官的，敲了几次没人开门，兄弟们就没敢再惊动他们。嗯，干得好，应该就是那儿，去看看。开门！开门！警察查户口，开门！开门！快点！哎，长官，你们干什么呀？查户口。哦。你们都不用害怕，我们只是执行公务，查一下户口，把你们每个人的身份证还有户口本都拿过来。哦，来，哦，快点，行，我拿吧。你的，这是我的。你的，我的。给。这是我的。你们屋里几个人呢？几个人常住，几个外来？长官，我们是新搬来的，没住多久。新搬来的？对。什么时候搬来的？从哪儿搬来的？一个星期前从上海。上海？啊。你们这几个人搬过来之后也不知道到警察局去报户口啊。这样吧，跟我走一趟，补办个手续。带走。哎，长官，我们还要做生意呢，我们走不开啊。少废话，带走。哎，长官，我们还要做生意呢，你不能就把我们带走啊。上。快点，分头搜。是。
是。啊！你们想干什么？齐先生，给您换个地方休息，带走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走，快走！你们干什么？走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快走！
别动！说，济南城关在哪？说，在后院楼梯下的小屋里。高寒，怎么样？没找到齐南征，肯定让酒精给带走了。哎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有人在这儿留了密码。写的什么？凯恩神父武昌天书。这肯定是齐南征留给我们的线索。神父武昌天书，哎，那这句写的什么？这个你不需要知道。为什么？和我们的任务无关。哎，我们走。哎，你要不告诉我，我可去问别人去了。我就不相信除了你以外，没有人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。去问吧。哎。真没想到，为了这批乌金，酒井竟然把手都伸到重庆来了。哎，酒井这娘们儿真是阴魂不散啊！这次委员长和戴老板的意思是要不惜一切代价，要找到这批乌金，所以要麻烦诸位辛苦一下，跑趟武昌了。能确定凯恩神父是在武昌吗？从齐南征在墙上留下的密码看，我觉得应该可以肯定。据我们调查，齐南征是个基督徒。他在武昌的时候和宗教界人士来往密切，这和密码里的信息完全吻合，所以暗语里的凯恩神父肯定是找到这批乌金的重要线索，一定要找到他。那天书指的是什么呢？哎，从现在的情况看，天书这个信息我们恐怕暂时很难找到答案，但这个天书和那批乌金一定有重大关系。虽然我们分析不出来，但我相信那个神父是知道的。齐南征很可能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他了，所以你们必须先去武昌找到这个凯恩神父。有道理，那我们就去走一趟。云飞，你的意见呢？哦，我都可以，你们定吧。武昌，凯恩神父，天书。南征留下的密码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那批乌金在武昌？不对，密码被人改过。那这件事情就拜托诸位了，啊！只是乌金的事情要是办砸了，不仅戴老板饶不了我，就连委员长都要拿我试问呐。哎，老于啊，你就放心吧，什么时候我们出马给你把事儿办砸过。那好，那你们就明天一早出发。
嗯，今天晚上好好做做准备。哈哈，我先走了。老于。哎，高寒。不能去武昌。怎么了？高寒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齐南正留下的密码不是武昌。什么？不是武昌？那是哪儿啊？荣昌。你先别急，要不这样，我跟何坚陪高寒去一趟，希望在那里能找到凯恩神父。那批乌金到底在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。我是一个神职人员，我真不知道乌金是什么东西。你放了我吧，我有妻子，我还有孩子，咱们都是人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了。好，好，谢谢。谢谢，嗯，谢谢，谢谢，不不不！荣昌，凯恩神父，天书。救救少佐，救救少佐，不好了，救救少佐，不好了。什么事？慌慌张张的。刚刚接到报告，五号特工组的人15分钟前到了荣昌。什么？他们在教堂逗留了片刻，就开车往南昌去了。
打扫干净。是。高寒的直觉是对的，这个凯恩神父还真的是在冗长。秋瑾的那些小伎俩能瞒过我的眼睛吗？到了，就在前面。请问凯恩神父在吗？几位是？我们是报社的，想采访一下凯恩神父。哦，报社的，主人一会儿就回来，三位请进吧。啊，来，三位里边坐，坐吧。三位稍等一下，我去给三位沏点茶。好，谢谢。这神父家里值钱东西可真不少啊，不说别的，光这一花瓶就能卖不少钱。我跟你们打个赌，在这个书架后头肯定有一个装满钱的保险箱。何杰，你别总惦记你的老本行行不行啊？我这个应该叫敬业，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？刚打的，凯恩出事了。哎呦，他抓这个是吧？
说，凯恩神父在哪儿？你们都已经死到临头了，知道凯恩在哪儿，又能怎么样？快跟我说！怎么样，都没事吧？马云飞，幸亏你来了，要不然我们全完了。你怎么突然来了？还说呢，幸亏我突然间想到这里边可能有圈套。什么圈套？还用说吗？酒井既然能够改密码，他肯定知道这个地方，所以我就赶紧杀过来了。那个凯恩神父找到了吗？凯恩被抓了。抓了？日本人先我们一步把凯恩抓走了。抓去哪儿了？这个得问他了。哎，赶紧告诉我凯恩在哪儿啊？救我！跟我说凯恩在哪儿，我就救你。在凯恩在哪儿呢？北郊。北郊哪里？云楼村。应该就是这个院子。你们看，那个人虽然穿着中国人的衣服，可肯定是个日本人。那小门后边还有两个暗哨。前门一个人，后门两个暗哨。你们看啊，那个开着的门肯定是一个火力点。一会儿这样，我过去敲门，装作找人，把前面那个人吸引过来。何杰，你趁这个时候从后墙翻进去，把两个暗哨给我摸掉，同时把前面那个人也干掉。高寒，这个时候那个屋子里边肯定会有人冒出来朝我开枪的，这个人交给你了，你把他干掉。如果你失手的话，我可就危险了。没问题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不相信连我敢进去吗？这个时候你以最快的速度冲进那个屋子，我从前面进去，到了里边咱们就随机应变了。放心吧。嗯，走吧。嗯。哎，小心点儿。